最近即将迎来一组平均年龄只有13岁的女团 Cookie， 他们将在3月15日发行单曲《好像真的爱你》，并同时进军歌坛。据了解，这首出道曲是由必胜不败担纲制作，是一首向心爱的人传达真心的歌曲。据相关人士透露，虽然他们因为学业活动多少会受到限制，但只要是舞台的话，不管何时何地都会登台演出，展现了对出道的抱负。而 Cookie 除了是最年轻女团以外，引发网友关注的还有成员哈娜，从出道前就因为长得太像安少熙而有了小少熙的称号。究竟未来他们会如何发展呢？各位哥哥姐姐们，请拭目以待吧。